这三种食物轮流吃，改善腰腿疼痛，还您一个好腰椎。这三种食物呢，轮流吃可以帮助我们的腰椎呢加快恢复的速度，改善腰腿疼痛。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，专攻腰椎间盘突出、腰椎管狭窄、颈椎病等骨科疾病呢，有20年的临床治疗经验。现在我把这三种食物呢分享给大家，记得点赞收藏，以免用的时候找不到。第一种食物呢是含钙量多的食物，像鱼啊、牛奶啊、芝麻、坚果等等。研究发现呢，钙质摄入不足的人呢，是很容易引起肌肉的酸痛以及骨质疏松。钙是骨的主要成分，同时呢具有精神安定的作用，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。补钙呢能够增强腰椎的骨密度，降低腰椎骨质疏松的风险。第二种食物呢是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，比如说像果蔬啊、动物的肝脏呀。研究证实呢，维生素 B 有维持神经系统健康、稳定情绪的作用。维生素 B 呢能够营养神经，能够帮助腰突的患者营养受压的神经根。第三种食物呢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比如像橙子啊、苹果啊、猕猴桃呀、辣椒等等。维生素 C 呢增强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的强度，多吃含维生素的食物呢也能够达到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状的作用。同时呢，维生素 E 呢有扩张血管、促进血液循环、解除肌肉紧张的效果。